我不会，你们要注意安全哦，好不好？这里很高哦。哦，那，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姐弟要注意安全。啊，我赶快弟弟啊，让你爬上去啊。好，那弟弟要去干嘛？弟弟要去溜滑梯了。从这里下去。好，那我。你要爬，我从这里下去。我先怕弟弟溜滑梯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你看弟弟咻下来了。好，我来拍你了。好好。小心哦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！会吗？我不会。你会啦。我会啊。哇，你走这么长啊！哦，好好好，你看弟弟，哇，弟弟又去溜滑梯了。我要去溜滑梯。你好。爸，好，那我怕你爬这个。嘿嘿嘿，弟弟，你也来爬这个好了。好，去爬。爸爸，我按溜滑梯。好。下来啊。你要趴着溜，这样会不会很危险？你干嘛这样子趴着溜啊，黄宝琪？好，我看一下弟弟，弟弟好像不见了耶。弟弟跑到哪里去了？我在你前面。好，弟弟在这里，弟弟在这里。走，我给你一个东西哦。好，我给你看一个东西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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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注意安全哦。你再看一下。嗯。爸爸，你看我，好。好，不会。弟弟，哇，弟弟好开心哦。弟弟要不要去追姐姐？不要。不要。